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ルちゃんです。今天要带大家去我留学的时候，帮助我省很多很多钱的マクドナルド麦当劳。那为什么帮我省很多钱呢？我们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我买回来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买什么。我这次买了一个汉堡，两个汉堡，还有一个。这个三角巧克力派，为什么麦当劳省很多钱？因为这一个汉堡只要100日元，100日元呢，差不多就是台币30块。我留学时代的时候打工都是吃这些100日元的汉堡，但是麦当劳非常非常的狡猾，就是他们都没有把它写在菜单上面，是写在那个他们的 APP 上面给大家看。我们打开麦当劳的 APP 给大家看，如果在这个 menu 就是菜单的地方点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 burger 就是汉堡，我们拉到最下面。就是这边有没有100日元的汉堡，还有这个100日元的汉堡，下面有个130日元，我就没有点了，我是给大家看这个100日元的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来看这100日元的汉堡里面包了什么东西。先跟大家介绍第一个是这个叫做 Chicken Curry Soup， 我们来看它里面包什么。来，摄影师看这边，看没看嘛？我们把它打开哦。它这个包装纸啊是黄色的，把它打开一看，打开。就是它这里有这个应该是黄芥末酱，然后还有这个蔬菜，其实它的量啊还蛮丰富的。但是其实这家有点偷工减料，因为我以前看的都是菜一大堆，这家菜很少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它是什么味道。嗯，超好吃。接下来跟大家介绍是这个，噔噔。Hamburger， 它里面应该就是汉堡肉啊什么。我开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。其实我是第一次买这个，开给大家看。这酱差别大不大？这里有。嗯。大家看，这感觉比较薄哎。これソースと少し玉ねぎと、还有这个是小黄瓜。ピクルスって名前。ピクルス何がピクルス？小さい玉ねぎ。これ。ピクルスって名前。これキュウリじゃない？俺も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苦手なの。そしてこれは就是汉堡肉。那我们吃看，其实我是第一次买这个，所以我不知道。可是闻起来就很香，试试看哦。哦，おいしい。あ、これ好きかも。これおいしいじゃん。さっきのチキンクリスプとどっちが好き？チキンクリスプ。这两个汉堡都只要100日元，所以我觉得超级无敌省钱。那我还买了一个很特别，是日本啊，从几年前开始，每年冬天都一定会出的，这个是三角巧克力派。它还有出，最近开始有出白色的，可是我还是最喜欢黑色的啊，因为是定番嘛。那我试一下看，噔噔，看有没有看它的外表非常的酥脆，啪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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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吃给大家看，看哦。我嘛，但嘛早还等待。那我咬下一口，那就可以吃到巧克力了。嗯，这个，这个我很爱吃。如果大家有来日本啊，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吃这个三角巧克力派，因为太好吃了。而且台湾好像没有卖吧？那么これ台湾売ってないらしい。なんで？なんでよりこれ日本限定じゃない？あ、そうなんだ。すごい美味しいから、もしみんな日本に来るときぜひ食べてね。我的部分拍完了，现在文当要去买他喜欢吃的菜，我们看文当喜欢吃什么。文当何買いましたか？テリヤキマックバーガーセット。さ、めっちゃソースがあるの。おお。匂いいいでしょ。これレタスいっぱい。あとこれがいつものポテト。あとこれがクール。QOO。そうそうそう。白ぶどう味。ルちゃんいつも照り焼き頼むの？うん。めちゃめちゃ好き。食べてみよう。結構ソースがついてるから、ね、気をつけて食べないと。私ならいっぱいつけそう。つきそう。つけそうじゃない。つきそう。つきそう。我来吃吃看文章的这个 teriyaki hamburger， 因为我不喜欢吃菜，所以我要吃这个那个哈西哥野菜那一豆给我食べて。おお。美味しくない？なんかつくねみたい。そ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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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つくねみたいな。なんか柔らかい、美味しい。めっちゃ好き。
100円のハンバーグより全然美味しい。それはな。もう一回食べる。今日は今日のマクドナルドの動画でした。はい、ふーちゃんお腹いっぱいになった。ジャバ。ジャバ。みんなもマクドナルドを利用してくださいね。嗯，对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都欢迎帮我们按个赞，然后留言告诉我们说你很喜欢，或是你想看什么样的影片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呢，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开启铃铛，接收最新的通知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チャンネル登録以外のおすすめの動画はこちらです。みんな見てね。